我们走错路了。豆豆，你看姑姑给你准备什么？你看有个 basket。好，爸爸帮忙，爸爸帮忙，来牵爸爸的手。哎呀！看进来。干嘛你平常这么平不知道豆豆你看你把它捡起来豆豆豆豆你看 你拿起来放进去豆豆豆豆豆太吵吗刚好然后放进去好，再找另外一个蛋蛋，小心。不敢走。来，准备发出现在懂了。嗯，放在那个放。